今日咧，我哋嚟到阿黃女士嘅呢套房302房嗰度進行咗一個驗收嘅程序，嗬。咁啊，經過兩個鐘嘅一個細緻嘅檢測咧，我哋而家就嚟講講所發現嘅問題啊，逐一講講。咁大門咧，我哋檢查過啦，密封性啊，同埋嗰個角度啊、垂直度啊，呢啲都冇問題。而且啊，黃女士呢套屋嘅嗰個門咧係特別厚嘅，你睇啊，成七八公分厚嘅一個門，安全係數係好高。咁啊，講翻發現嘅問題啦嚇。嗱呢度咧嗰個有啲甩咗出嚟，嗰啲填縫嗰啲啊，同埋呢個位。因為時間耐咧，可能係爆裂咗啊。咁啊，過翻嚟呢度，一直過嚟咧，就我哋就發現嗰、那個呢、這個扣啊，嗰、那個鎖扣嘅芯咧就甩咗出嚟。我哋曾經嘗試過裝翻佢，但係都會甩。嗰、那個再交翻俾佢嗰個管理處嗰、那個開發商嚟整改啦。咁啊，嗰個出面咧嘅磚。我哋亦都逐塊去敲過，同埋嗰個去水嗰、那個坡度，亦都試過啦，又倒咗兩桶水喺嗰度，都係一直喺嗰度，而且乾得好快，睇到嘛？證明嗰個去水係好靚嘅。啊，咁咧嗰個外觀上面咧，就發現佢嗰個外圍嘅裝修嚟講咧，呢啲裝飾嘅板啊，係有少少花痕。花痕啊，咁啊，嗰樣嘢就睇佢到時嗰個開發商點樣解釋就 OK。啊，咁啊入翻嚟呢度咧，呢一縫背景牆係好靚嘅電視牆，真石嚟嘅，個檔次係好高。咁啊，小問題咧就係一個呢啲釘啊，兩頭都係。都未解除翻嘅，嚇！呢個插咗就發現咗缺咗一個地線，地線都幾重要嘅，係一個保護線嚟嘅。咁廚房咧個門啊順滑嘅，同埋嗰個直線度係夠嘅。入翻嚟呢度咧，就檢查個櫃門啊，呢啲都 OK 噶啦。OK， 嗰、那個洗菜盤，發現嗰個位置係漏水嘅，即係一放水嘅時候係漏水嘅，而家都仲可以見到一灘水跡嚇。另外一個就係嗰個過濾器未曾接駁嘅，過濾器係未接駁嘅。啊，咁呢個位置咧就發現呢嚿嘢未清理，啊，已經記錄咗喺度，到時叫佢清理就係啦。啊，呢個位置可能呢塊石斷咗，佢補完之後咧又冇跟進翻，未打磨翻，變咗殘留咗嗰啲連結劑啊，仲係喺度嘅，要處理嘅。細心睇咧，呢一度做得比較差咯。啊！如果係清理一下，收飾翻一下，就應該係唔大問題。仲有呢個瓷磚缺咗一角，呢度就冇發起咩問題啊！呢個小陽台、生活陽台啊，跟我哋繼續行。就過嚟咧，走廊呢度咧都係啲小問題啦。假如係碰花啊，或者呢啲未處理好、未清潔好啊，地磚逐塊都敲過啦，冇發現空鼓，呢啲都係一個小問題。咁呢個房間咧，就呢個窗門關嘅時候咧，發現有啲異響。咁呢個位置，呢啲位置係一個唔係好平整啦。第二個就係要清理一下，清潔一下，會更加美觀。呢個房間嘅
比較稍微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啲插座係冇地線嘅，冇地線嘅。呢個是客房係咪啊？全個房間都係冇個插座缺咗地線。下嚟到嗰個公共衛生間呢度咧，一個呢個石頭同嗰個牆身欠缺咗嗰個封口啊，應該要走一層走一圈嗰個膠封翻佢，咁就會美觀啲。而家唔單止唔美觀啊，係仲有少少刮手。另外那個洗手盆放滿水排水之後咧，那個去水器係有滴漏嘅，漏水嘅。而家應該係咯，嗱，而家都仲有一灘水喺度。咁啊，公共衛生間呢邊咧，呢啲去水位都做得幾好噶啦，啊，放過水試過啦，牆身敲過冇咩問題。這個窗門發現的問題就是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都是短了，即是裁這條鐵短了，變成它的間隙大了一點，不是那麼美觀。還有就是門後面呢就是偷了懶了，那個邊那裡整條下來都是沒有補回灰的，冇勾縫啊，等於，同埋仲殘留咗一啲水泥啊，其他嘢。咁呢個應該係兒童房吧？一個佢呢只門咧，呢個位咧，全部都係一個填補翻嘅位置嚟嘅，填補翻三個門教嘅位置都係填補過嚟嘅。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牆面在這一個小範圍內呢，我們發現了一個不是很平整的，肉眼看才看到，可能鏡頭都不是很清楚。這個插座就是完全沒有電道，剛才查過來沒有電道。這裡呢就是都是小問題啦，這個角位都未填翻縫。另外一個咧就係發現呢個窗門咧，應該就係一個唔合格產品啦。首先一個佢係裏面，即係佢係中空夾層中空嘅，所以佢裏面咧係已經入咗水噶啦。還有一個問題咧，佢嗰個百葉窗咧係失靈，所以我哋想推翻上去俾客户再説明我哋講嘅問題，應該係做唔到。一拖到嚟嗰度，佢跌翻曬落嚟。一個嗰個失靈，第二個係入邊已經有水漏嘅。嗰個問題要處理嘅嚇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將嚟交俾你咧，唔使幾耐，佢入邊就已經係生青苔啊，或者總之就好難處理嘅，必須係要換啊。到主人房哈，主人房咁我哋睇嚟咧就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呢、這個下水管咧係80%堵咗，可以去水，但係好慢好慢，因為我哋自己用肉眼睇咧，佢下面嗰個水泥未清理啊，所以佢。是可以去水，但是時間耐咗，佢日積月累之後會存到嘅。這個是要及時去處理。至於嗰個裏邊嘅牆身啊，同埋嗰去水啊，都檢測過啦，這個是 OK 嘅，合格嘅。至於呢啲小問題啦，殘留咗一啲要清潔啦，同埋嗰兩個角頭嗰個位置咧要補翻灰，因為好礙眼啊，一睇落就～就有少少好明顯嘅嘢。咁啊，呢個主人房咧，即係行咗一圈咧 ，OK 嘅。到最後咧，就發現呢度可能裝得比較密啊，佢留低嗰個空間唔多，變咗兩塊地板喺度鬥頂，將佢
頂凹咗，向下曲咗。正常嚟講應該係拱起嘅，佢向下凹咗，呢個仲係少見一啲嘅情況。咁其他嘅燈啊，包括空調啊，我哋都有試過啦，正常使用嘅。係啦，咁大體問題我哋就發現呢啲，咁下嚟咧就黃生會將個問題反映翻上去開發商嚟跟進嚟整改，到時我哋再嚟復檢 ，OK。